快点！我今仔日一定要跟你讲话，讲我清楚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啦！放手！子彤，我知影你是台湾甲爷子妹仔情，啊，不过万新民这个人根本就唔知影好歹，你加讲嘛是白了工，煞煞去啊！这个廖凯豪是来乱鬼点的啊！廖凯豪，你哪有面讲这种话啊？当初是想为着烟花会再来讲莹莹的，我唔对，较早我确实唔是啦，所以我付出代价啊！你搁敢讲你？卖卡袂着就是要去搞动手啦！你即卖位，并无比我搁较高尚。廖凯豪，你错啊！卖甲伊计较啦。廖凯豪，你即卖就敢那是只个一个手尔，也搁有你迄个靠阮爸才变好样的老爸，互你挖苦。哪呢？阮莹莹呢？伊就是让你这个泰国鬼搞掉，伊才会失去伊的地位，失去伊的家庭。伊起码搁去用关节疗养，不知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。妈，我伫这，我伫你的面头前啊。你是靠啥？把你迄种哦无大事的假世假代感情收起来。我甲莹莹无咧食你这套，那是想要哭，你要倒去恁家哭，你一定人看。我什么？你的身高哪会这么恶毒啊？无代无志看到就死了，是要创啥？莹莹今仔日变甲安尼，敢只有我一个人的责任？伊敢拢无？啊，还有你，你这个派出所真的老母，你敢拢无责任？你莫想要嫁娃娃啦！我不是了。你跟我点去？你这十种啊，啥是你阿姊啊？你哪有迄个命？讲林子彤是十种啊？还是子彤善良，无想要跟你计较，结果你选软头真骨，愈讲愈超过。哪奈你嘞？你是嫁入去母家就讨客兄，结果甲客兄甲莹莹这个十种啊生落来，想要取母家亲家的位置。你即摆阁好意思讲林子彤是十种啊？若是按我讲，你才是生十种啊的专门科啦！你这是……万新民，你莫想讲你即摆一个水水就成就人。那金秀穿衫，就算我搁较亲像人，嘛是金秀，个性是无法度改变的。你是安怎？这是公共场所，你想要哪个同行在线？放手！你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放手！林小姐，恁今嘛是靠啥物人情？不要紧。咱路头路尾，小拄会到。子彤，这种大事卖小林嘛好。你是要啥啦？妈一看到林子彤这张面就倒单，唔那无好面相，话阁骂到这么歹听，我敢有机会？太小你，其实你唔免把阮心面的话放伫心肝内。伊这人就是安尼啦，无甲恁爸妈目屎流目屎滴，伊袂准拄煞的。你著甲当作一只小狗共款，莫插伊就好啊。你这毋是小狗，你是我。子彤，你较早就毋是遮尔啊脆弱的人，哪会即摆予阮心面骂两句啊？你著艰苦较安尼啊？计是真正予我艰苦的，
是我跟中军的关系真正愈来愈绝望啊！啊？你跟中军呢？哪会？订婚之前我嘛唔知呀，啊，不过订婚了后我才发现，其实伊是一个控制狂。我要去倒，我要做啥，我拢爱甲伊讲，若无伊就会生气。伊拢无亲像你，你心内伫想啥，伊就是表现出来。我拢唔免费尽心思在幼你咧想啥。其实我甲钟俊的交情无遮尔深，但是伊甲阮爸真斗搭。阮爸人讲钟俊有一粒赤子之心，非常的难得，拜我多多向伊学习。甲钟俊订婚的是我，不是恁爸，伊是怎样啥？你哪会讲是阮爸？你一向拢叫伊客辈呢？我拄则话讲伤紧啊！拄才听你讲起较早的代志，真正让我感觉我选唔对人啊！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军并无你所讲的遮尔差呢，应该是你最近工作负担伤大了，啊，佮有你讲是对我无感觉，你看我的目睭回答我。这就是我的答案，哪里来的？我我不想先安尼了开，我更袂兴趣。超强！啊！你不是当去新加坡办代志啊？哪会这么紧就回来啊？你代志敢办了啊？倒来。我这世人上讨厌就是林子彤跟廖凯宏啊，哪有可能够倒转去找伊啊？那你为什么要甲金吗？我拢有看哦，卖想要骗我。我这是叫做放长线钓大鱼。进前啊，伊把我的感情放伫咧涂骹打，我即摆若是无用林子彤的面。偷偷啊，甲伊写，慢慢啊，让伊行入去我设计的陷阱内底。我是要安怎甲伊认得啊？伊刀毙命哦！安尼够有趣味？我着看袂顺眼啊！啊，着只是要报仇尔，哪有啥物好看袂顺眼的？廖凯宏即摆已经让我写到用要挡袂牢啊！你应该是要替我欢喜啊！哪会阁对我安尼歹声扫阁写信的？你安尼真正是足莫名其妙的呢。我唔管啦，我就唔准你甲廖凯宏遐尔亲密。你哪会这么无讲道理啊？我不是拢讲过啊，这只是一个必要的过程。你这么看袂顺眼，就要我放弃，是凭啥？凭我讨厌看到恁两个人徛相偎，看到恁俩相对看，看你甲真了，我就强要掠狂啊！我无安尼做，是要安怎让伊着先爱着我？讲讲爱我对伊歹心情，无可能嘛！你明明就知影这一切拢是在博戏，谁做搁要这么生气啊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无法度，你是看到你甲别个查甫人遐尔长暗面的，就算讲你的面是林子涛的面嘛同款。你看，
就是伊啊，你嘛捌见过伊哦。伊是你的男朋友哦，伊看起来足老的呢，那我当做我的阿公啊。哎呀，伊哪有老啦？你莫有袂讲生笑啦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会当让咱母仔囝返去过去的地位，就算讲搁较老，迄嘛袂要紧。不过伊看起来就是迄种有某有囝的人呢，伊应该已经结婚了吼。是啦，伊确实有家庭。你安尼是迫害别人家庭呢？你做人小三就已经足害啊！你竟然搁想要去吃挂庙公？这是去吃？迄个彭秀兰这是去吃？伊无外表，无内在，伊搁娶一个戴娇后的，伊只是靠说伊家己的八字好，都甲总裁夫人的位置霸占掉的，伊是凭啥跟我比啊？祸害别人的家庭，就已经足无道德啊！你哪会当讲到这么红声啊？盈盈，你哪会当来讲我？我讲了无唔对啊！你无听人讲过，祸害别人姻缘会气死穷的。敢讲你真正想要散食气死哦？呸！是你啦，我不是条故意要害你的，我会安尼做，我嘛是为着你啊。你想看卖，一旦我摕到权势，我真紧就会当甲你带你去吃。我伫遮真好啊，我拜托你，莫为着我去做迄种罪了无？我唔是咧甲你生气啦，我只是足艰苦，是安怎你安尼讲我？安尼我知影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去上。姐妹，什么姐妹啊？跟我进，好，等我进。姐妹，白英，无你生意白英，我带姐去找你。好，啊，谢谢。你看起来，敢那变一个人啊？我总算是拄到识识的人啊。是讲，你不是跳舞的，是安怎即马变作做工程的？我跳舞。嗯。爸妈有听素媛阿姨讲过，白英是个弟弟啊，看起来是真实，感觉真正变一个人啊。你是安怎连我轻轻看拢唔讲话啊？哦，无啦。我只是无看过你这么开朗的一面，感觉真意外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我较早是毋是足够人玩？安尼，你敢愿意讲一寡给我听，姐妹？你哪安尼叫我？因为啊，咦？咦，莫甲这种口角阁无天良的人讲话，行。你哪会用叫我姐妹啊？刚刚一个老师的距离以后，真正会差这么多？